民间乡三公高中的学生囡仔，八月份才着邀请前往美国进行表演，受到国际人士的肯定。回来台湾了后，特别制作了一段影片，感谢国家的帮忙。这次去美国让我大开眼界，美国的长辈也对我们非常的好，让我感到很幸福。谢谢你们。为了能去美国，我比以前更努力，情谊也更好。谢谢你们。美国好好玩哦，没想到到了地大物博的美国，还可以感受得到台湾的人情味及温暖。谢谢你们。小朋友挂着笑容，讲出心内的感激。因除了为着国家拍出好的名声，顶礼拜搁伫南投县的音乐比赛当中，得到国中组的第一名，也当讲是非常厉害。这次三个国中丝竹乐团参加105年度音乐大赛，在南投县得到丝竹乐团 B 组的冠军第一名，那代表南投县要参加全国赛。这个我想有几个理由啦，因为第一个，这群孩子他们在练习，除了指导老师非常非常的认真，另外这些孩子他们的默契非常的好。再来就是因为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有比较多的表演的机会来做一些磨练。经过了这次的比赛了后，每年三月份将会代表南投县参加全国性的比赛，因更加努力打拼，利用休困时间练习，希望在刷落来比赛得到全国的好成绩。每天回家都要练习，然后就会比较晚睡觉。这项乐器最难的地方是它吹的时候气要很平，不然声音很难听。我会要求他们可能真的要跑楼梯啦，或者说到操场上去把体力增加一点，肺活量增加，才有办法来迎接未来这明年三月的一个全国赛。虽然乐团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不过在学校用心锻炼之下，让每一次比赛成绩都越来越好，加上小朋友认真的态度，也让人看到偏向学校的囡仔也是有出头天的一天。记者张雄采访报道。